人气男星金秀贤最近因为韩剧《泪之女王》再创事业巅峰，整出戏四月结束之后，所属经纪公司也宣布金秀贤的最新动态。金秀贤将展开亚洲巡回见面会，而且确定会来台湾，预计在7月6号到访和粉丝相见欢。这也是他相隔9年再度来台湾开粉丝见面会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